通常会喝就是水跟那个气泡水，都是我们人类就一定要那个补一些水分嘛。那像气泡水的好处是，因为它会有这个就舌头有一点那个刺激的感觉嘛，所以如果只有喝水的话，没有这个感觉。它有两样口味嘛，那我通常喝的就是原味的这个气泡水，那刚好它有两颗不一样的味道。那像这个柠檬风味的，这个是不用特别另外切那个柠檬片然后加进去了，直接已经有这个柠檬的风味，所以直接喝，不需要什么处理，自己加什么东西都不用，就直接打开然后可以喝的样子，是很方便。那因为就气泡水直接喝当然已经很好喝的了，因为我个人常会喝，那直接喝，那其实它原味就是没有很甜，还因为这个无糖没有什么这个自己的味道嘛，就你就有这个气泡的这个口感。那利用它然后再来找一些水果，像那个番茄啊、秋葵，还有台湾很好吃的凤梨、芒果，就想到的那个水果，然后就切一切，跟汽水一起喝，就非常好喝的。我是很早就开始煮菜，然后就过了很多经验，这样才可以利用你的想象做很多很好吃的料理。